山海卷之所在，六合八荒之间，有神龟托海，颠倒乾坤，有混沌之物落入浩渺深海，处于神龟之上，山海始地。后世称此混沌之物为一海神针。话说这齐天大圣孙悟空成佛之后，他那如意金箍棒又去了哪里呢？这典籍上呢有两种记载。这第一种说法就是佛祖因忌惮了孙悟空的战国之力，特将金箍棒禁于那玄武山下。这第二种说法就是孙大圣将其还回东海，以平定四海。哪种真的？就是真的。到底哪种说法才是真的呀？他的说法都不对。其实啊，这些才是真正的定海神针。这定海神针不是就一根吗？怎么成批量的了？其实，俺就是孙大圣的传人孙小猴，秉承先祖的慈悲心，特将定海神针批量出售，不贵不贵，六两银子一根，十两两根，怎么样？这么贵？不贵。哎，太贵了，我买一根试试看。实货。大家可得瞧仔细喽，这两人就是骗子，他们手里的凡铁一文不值。哪儿来的臭小子，胡说八道！我这些可都是真正的定海神针。可有人说你骗子？就是啊，真是假的？大家伙不信是吧？看好了，大，小，怎么样？神奇的，雕虫小技。看我的！怎么没了？佛祖，你们魔族偷入人间，意欲何为？你是如意门的人，好眼力。那你一定知道定海神针的下落，快说，留你一个全尸。做梦。师姐，别说话。让我替你疗伤。嗯。多谢师姐。你怎么总是这么莽撞，一次比一次伤得重？这有什么关系，师姐每次都能治好我，我又不怕受伤。
我才懒得每一次都在你后面替你收拾，真不让人省心。好好好，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我的好师姐，你别生气了啊。下一个。我觉得今日魔族出现必有蹊跷，此事应赶快向师父禀告才对。师父，果然不出我所料，三界封印松动了。难怪让这两个魔族有可乘之机，他们一定是获知了定海神针与镇界封印两者之间的关联。山雨欲来风满楼啊。师父你放心，我们定不会让魔族踏入人间半步。我如意门历代以守护三界封印为己任，每代皆由魔人神三名使者分别修行第十日，人王金刚三印，三印合一便可引动神器之力加固封印。你们三人各承天命，要全力守护封印。弟子谨遵师命。我魔界黄沙遍地无花无月，借山川江湖四时风，这才是我们该生活的地方，你们说是不是？魔族的勇士们，让我们合力打破封印，人界就属于魔族。勇士们，是时候可以冲破封印了。速去如意峰加固封印。是。勇士们冲啊！封印就快要破了。师弟师妹，我们用三印大阵加固封印，加快就来不及了。第十印。已经感应到定海神针的方位，人间堪忧啊。师妹啊，我看这山上的药材啊就属你最熟悉了。你看你说的。师兄师姐需不需要帮忙啊？侯丽，你这一大早的去哪儿了？大师兄，我一个人采药就可以了，你带师弟回去练功吧。行了，走，回去练功。师兄，师父不在你就让我偷个懒，我武功很好的，我下山一趟打退了两个魔族呢。等等等等，谁打退的？再说一遍。
师姐和我一起打退的。你小子是不是又向山惹事生非了？师兄，我还受着伤呢，你轻点。怎么了？还痛吗？师姐治好的，怎么会痛呢？油嘴滑舌。走了，走了，一天到晚练功，好好练啊！一定要把你那个金刚大力印给练好。回来了。你拍，我回来了。回来了。哎，回来了。小龙，好久不见了，你看你又长高了。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欢迎你们，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大家不要急。来，各位乡亲们听我说，大家想要拿药的站在这边找我的师兄，如果想要看病医治的站在这边找我的师姐，大家有需排队哦。等你们好久了，来，过来拿药吧。哪里不舒服啊？还是这个老毛病，我看看。那好，安师傅要多多休息，很快就能好。排队拿药去吧。谢谢。不客气。红林哥哥，等你好几天了。哎，小花，你怎么来了？哎，前些日子爷爷生病受伤扭到了腰，好点了吗？嗯，爷爷吃过你给的药，好多了。啊，这个给你。这什么呀？这么香？这是我亲手做的糕饼，谢谢这么多年你一直照顾爷爷和我。小花的手艺最好了。我们大家呀都特别爱吃小花做的东西。猴力哥哥，家里只有爷爷一个人，我得赶紧回去了。快回去吧。猴力哥哥再见。再见。谢谢，太谢谢了。这位老伯骨头移位，快来帮忙。我来。哎，大师兄，你就好好发药，这点小事我去就好。老伯别害怕。轻点。好点了吗？好多了。没事，回去好好休息，快回去吧。谢谢你们，慢走啊，老伯。谢谢。累吗？不累。你看你累得满头大汗。来吧，下一位。慢点啊，给。谢谢。大胆魔族，竟敢擅闯如意门！把定海神针给我交出来！做梦！追！师父，今来魔族如此猖狂，现在居然还敢擅闯我如意门！此事事关重大，必与我们的神器有关，我们一定要加强戒备。天日。神器显示了神力，也让魔族探知了神器所在的位置，他们必会千方百计前来抢夺。师父，那我们该怎么办？该来的总会来，不过你们要切记，定海神针之秘攸关人间苍生万物，宁可自己死，也绝不可向外。师妹，睡了吗？大师兄，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事吗？玉灵珠。不错，有了玉灵珠的帮助，师妹的木系道术必将如虎添翼，
更上一层楼。师兄，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况且灵珠大师兄也需要它，我不能收。可是这是我跑遍整个灵山为你找的，你该不会辜负师兄的一片心意吧？师兄，我真的不能收。天色已经不早了，明天我们还要给乡亲们送药，你早点休息吧。这运灵珠，师兄，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它。快现身！本座是无相魔尊，敢闯我如意门，意欲何为？炼体阁，你可是运灵珠潜藏了本座的一丝魂魄，化为无相魔珠，它可以感应到你无边的野心和贪念。你的野心欲念在膨胀，你还想拥有你的师妹。可是你真正的目的是想借用师妹的人性善良来抚慰你魔性增长的痛苦。我说的对吗？魔头，休要蛊惑人心！哪里走？炼体阁，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别怨你父皇狠心。他选你作为魔族使者，送你来这儿守护三界封印，怕你长大后难为魔族所用。你身为魔族皇子，本就该负起这个责任。你听明白了吗？炼体阁，你是魔族皇子，是你父皇20年前埋下的一枚棋子。如今魔族需要你，别做无谓的反抗。本座会助你完成一统人界的大业。我俩合体后，本座传授你魂天圣心大阵，此阵克服封印，让魔族子民能来人间享乐，魔族统治人间即可。老师，哎，你们又来了！你好，你好，曹老弟，没错啊，够了，哎，你就得，老哥，菜来了。天摄心大阵，师父，是封印又松动了吗？不是松动，只怕快要被破除了。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去加固封印。哎，大师兄呢？我已经感应到你们大师兄的气息，没想到他竟然背叛了师门，投靠了魔族。
浩劫，灭世浩劫呀！天罡，马上给我住手！听为师一句话，回头是岸。师父，已经回不了头了。师兄，我们师兄妹三人一起长大，不能眼睁睁地看你堕入魔族，我和师姐都很担心你啊。大师兄，你快回头吧！我知道我的拒绝让你受不了，但是我们……闭嘴！只有三运合一，才能召唤出定海神针。如今没了我，就再也不能召唤了。现在，混天摄星大阵已经练成，加固的封印也解除了，人间和魔界就由我来统治。你，若你执意要入魔，那我们势必和魔族血战到底。我也是。这样的弟子，飞鹰，我告诉过你，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就可以拥有全天下。你已经不是我师兄了。师父，你的百年修为已经被我废了，我今天就跟炎天罡一块儿把如意门给灭了。你们快走，快走！师父，要走一起走，快帮忙！快！魔族大举入侵，如若再不阻止，人界就要被攻占了。师父，侯丽，你照顾好师父，我去跟他们拼了。师姐，要去还是我去？你也身受重伤，我去。不不不，谁都不许去。现在你们去只是送死，这是为师的命令。师父，侯丽啊，我来问你，你可知为师为何要将最重要的金刚印法门传给你？徒儿不知。因为此印与你有关。当年
为师是在如意峰上以石胎之中发现的你。为师在收留你之后，发现了一道天机。这天机乃四句话：圣佛隐，神真藏，邪魔动，众生劫。圣佛隐，神真藏，邪魔动，众生劫。师父，这是何意啊？徒儿不知啊。啊，这些或许有，或许没有。但是为师觉得你就是神界派来的使者。好嘞，你千万要记住，今后无论发生何事，你都要保持本心，能做到吗？说呀！弟子谨遵师命。抓回去！为师交代你们的事情，你们都要记住。为师现在要用我毕生的法力修为，去破天罡的摄心大阵。人界苍生的安危就要靠你们被迫，现在我们必须闭关修炼。不过如今三界封印没了定海神针，无法驾驶。待我出关之时，便是魔界勾占人界之时。师父。我们要好好活着，不要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期望。活着的人总要背负点什么活下去。
谁能告诉我如意门人的下落，我们就饶他不死。说。不说，杀到你们说，给我。就是伏击镇的世外桃源，是仙人建造给伏击镇百姓避难的地方。魔族一时找不到这里，爷爷他们被魔族抓走了。小花，你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救出爷爷的。师弟，狐狸哥哥，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谢谢小花。师弟，来，我给你疗伤。师姐，我不要你先顾着我。你也身受重伤，体力透支，法力有限。我不要。师兄大阵被破，田哥和魔族也受重伤，我们一定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浩劫。天地晦暗，日月沉沦，举世为敌，何去何从？师弟，我们不能灰心。师父说过，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就算最终化刀而去，也不能放弃。现在在那边怎么样了？我好担心他。那你赶紧带我们去找他们。你们现在重伤还未痊愈，我们真一直常年受你们的照顾，现在是我们回报你们的时候了。村民是不会说出你们的下落的。小花，你要相信哥哥和姐姐，我们一定会救出爷爷，或者爷爷他福大命大，一定会没事的。啊，不，我不说，不，我不说。小花，小花，带我们去吧。
竟然将村民圈养起来。别冲动，魔族入侵这么多人，就是为了要查出我们的行踪。幸好有小花替我们找到了藏身之所。可我不能看着他们被那些畜生关押在这里受苦。古阳村民就是为了引我们现身，现在把他们救出来，能带走吗？还是等我们有了实力再救也不迟。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就会被饿死。放任不管，我做不到。
信你进入第二层入位至今。不，这些还远远不够，我要争取早日进入第三层，通神境。师弟，师妹，终于感应到你们了。师弟师妹，好久不见了。师兄，不，你根本就没有资格做我师兄。这个十恶不赦的魔族，今天我就要替师父报仇。放过他也可以，不过你要跟我走。师妹啊，你人界使者的身份我早就知道了，不过只有你人性的善良情感才能抚慰我魔性膨胀的痛苦。我们魔族的子民很快就会来到人界，我想跟你这个人界使者一起共同成就一统三界的霸业。不要！我答应你，不过你要给我三天的时间让我治好他，等后来伤治好了我就跟你走。好利啊好利，看在师妹求情的份上，我暂且放你一条生路。师妹，我给你三天时间，你别想逃，别忘了福济镇百姓的性命可都在我手里。真所在的时空之门，
要气馁。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就多试几次，总会成功的嘛。萤火之光岂能与日月同辉？更古以来，能舞动定海神针的，只有斗战胜佛一人。飞鹰，我可能会辜负你的心意了。如果你放弃的话，我就再也不会理你了。飞鹰，别跟着我。飞鹰，果然守信用。飞鹰，你终于肯跟我了。我绝对不会跟你，你这个大魔头。我今天站在这里，不过就是不想让你伤害伏击镇的百姓。飞鹰，你难道感受不到我对你的感情吗？感情？我跟侯礼义有了夫妻之实，你不要在这里信口雌黄。给了侯丽，虽然你现在没了修为，我还是希望你能嫁给我，用你的人性善良来抚慰我内心魔化的痛苦。我绝对不会嫁给你，你别再痴心妄想。把他给我绑了！会有办法的，怎么这样？怎么会这样？就是说，怎么会变成这样？这么多人，一下子都给抓走了！真是没想到，真是太吓人了！真的是这样，该怎么办呢？你说啊？是啊，这没碰到过这。老伯，你们有看到飞鹰姑娘吗？没有。现在魔族已经找到这里来了，到处都是怪物。是啊，都是怪物，人都被抓走了，还死了好多人呢。是啊，死了好多人。现在魔族已经占领了人界，你要是嫁给我，人界和魔界将会是一个崭新的局面，对你、对我、对人魔两界都是好事。我绝对不会嫁给你，我才不会做出背叛师门、打破三界平衡的事情。快走，快走，过去。魔尊陛下，我们又抓了一批百姓。姐姐，小霍，混天摄星大法，
还需要人血。红丽，飞鹰。放了飞鹰和乡亲们！严天高，你这个混蛋！你说过你会放了侯丽和乡亲们的。当时我答应你，只是希望你能心甘情愿地嫁给我。没想到你人在这儿，心却在他那儿。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共同修炼，我还要你有什么用呢？叶天罡，我不准你杀害飞鹰！不要，红丽。Thank you.
定海神针的终极奥义，在于镇压与守护，镇压三界封印，守护人间太平。烈火金刚印！啊！被解除封印呢？神针一出，解除了魔族入侵人界的浩劫，
并把魔族通往人界之门永远封闭，人间再度恢复原有的宁静与祥和。你好啊。谢谢，别客气。哥哥，姐姐，小龙。哎呦，哎呦。咻咻咻。走吧，快回家喽。来吧。乖不乖啊？乖不乖呀、啊？晚上想吃点什么？什么都想吃。再见再见。哎，再见、啊、再见。他们好骗。哎，嗯，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是上次这个骗子吗？各位乡亲，这个小弟今天初到贵宝地。想给大家啊讲一个定海神针的故事。哎，没错。哎，我跟你们说啊，说起这个定海神针呢、啊、那就一个你这个骗子。定海神针呢、啊、六两银子一根。六两别的别的妈啊，是两哪边啊？魔子大白呀。别打了，哎，不是啊。穿越的门，不要多。
个爱。